那么反正是马马虎虎吧，不输不赢的样子。那么看看今天的结果怎么样啊？啊，看了一圈，很久没有用过诸葛恪主了啊，今天爽一发，跑上来就做一局主攻啊，这简直了呀！这个我喜欢呀，这个我喜欢呀，什么都有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个皮肤我都没有呢，今天爽一爽。这个，你看我都没这个皮肤啊！好，那让我看看换了皮肤的诸葛恪。哎呀，这皮肤简直了啊！这一个篮球队啊！你说这不是一个篮球队？二号位贾诩，远卫流氓云。哦，这牌还挺有意思的啊！我就顺一下八号位吧。呀呵。过河，但有不练师在啊，还是比较讨厌的。我有点不大忍心顺这个元素，但是二号位贾诩实在是太中了啊。顺手顺两下也不会怀孕。我有万箭，那我不客气了，万清掉他。齐发。这远卫赵云要是反吧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那把我桃偷掉了，闪啊！偷了就偷了吧，无所谓了。是不是应该清牌呢？决斗，还是应该清一下牌的？好，就这样了，留两张牌过。虎攻。开大啊，同学！我要你三井死，谁敢？看来这不练师还真的要被弄死了。雷杀！他不开大。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其实应该先开大的，这不练师手上没有酒，没有煞闪桃酒什么的。只勇于不可。这个就没办法了呀。这个二号位中，三号位也是中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二号位中，三号位也是中，你大要开了呀，都没中了，你还不开的？百战之身，奋勇驱险。这个不练师，乐不思蜀，人家忙错你了也没办法呀，对吧？对吧？二号位中，三号位也是中，这个概率很小的。这忙错了就忙错了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阴凉寸断。这个贾诩是内是吧？再说了，你前卫不练师，对吧？哪点像中了？决斗，对吧？你前卫不练师，哪里像中了？杀，杀，这就不要拼了吧？好吧。闪电。关键是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关键就是，你说二号位已经，你说二号位也中了，就二号位自己是中内了，那忙错三号位很这种。就很少见的情况，你知道吧？那现在没办法，现在只能强打输出了。这边赵云手里还有个桃，非常讨厌。然后贾诩还不肯开大，他必须要开大才打得过了，不开大打不过。喜在手，天下我有。那你不练师要是中的话，位置要靠后一点的，哪有这靠前位的不练师太蠢了？诶，这么奇葩的？无中生有。不至于贾诩是反吧？不至于吧？他反正离开了，对吧？过河拆桥，随便拆一个，把这个破刀拆掉，好吧？不行啊，读不起啊！
还是杀了毒吧，我还得给黄盖运红沙呢。我去，传我下令，不得后退。救救救！不救就不救。定要将你赶尽杀绝。我还得给黄盖运红沙呢。赵云有逃的呀，去咋去救他干什么？传我下令，不得后退。如果要是这个，如果要是你不把袁术弄死，他回头又回来了怎么办？开大了吧？开大黄盖还能摸牌呢，同学。这不肯开大怎么玩啊？他死活不肯开大，这怎么玩啊？无生有，这一定要给黄盖摸牌的。无懈可击。无懈可击。哎呀，你不肯让我打。恭喜夫来到丞相有一臂之力。这骑手死个钟是很倒霉。哎，袁术先弄死啊。袁术先弄死啊。不弄死袁术怎么玩啊？大哥，先弄死袁术啊！无懈可击。他不肯弄死，我都这样打袁术了，他不肯。你看这袁术回来了吧？打怎么打？九。哎呀，红红红红红红红！这黄盖只要掉了血就没得玩了。哼！红红红红！哎呦，漂亮漂亮！黄盖活着还有的打，还有的打。儿子，闪电直接劈死了吧？这个。斩如熊掌。周泰也是解锁连环，借刀杀人，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这要判黑的，但是刀给他不行啊。我想看刀给他，他挂起来砍黄盖还是判黑，杀，还不如杀了算了，对吧？刀给他，他去杀黄盖一样是判黑，没什么区别。没想到吧，反正黄盖还有一点血。泪插刀，愿赴此去。看一下啊，J点，可知我诸葛一事家学渊源。然后袁术拿个五谷。哼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，乐不思蜀。哎呀，关键回合中乐了，这个乐是袁术那边偷来的。黄盖前面把袁术打死就好了，为什么不打死袁术啊？啊，这又是什么鬼？哪来的算了钟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马德，乐不思就懂马德，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就懂马德。难得亏，难得亏，这不科学啊！没杀，这样还能多个钟？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吗？不是，我是，这样还能多个钟？那什么情况啊？那我吃桃不管了，那。那我看看再说。火杀。啊？啊？我要这有什么鬼？关我谁敢留你道？终不敌，沧桑。这黄盖不判又是什么鬼？这个又死了什么鬼啊？回天杀！这这么逗的？雕虫小技。不足挂齿。哎，这黄盖直接去死了又是什么鬼？还坑我一血，这黄盖。我没搞清楚状况吗？不给你就不给你了，你只要活不就行了？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太逗了，我去。我想想看啊，无中生有，还是不太好打。玉玺在手，还是不太好打。天下我有，黄盖前面，
定要将你赶尽杀绝。火杀，看能不能弄死吧。我的时辰也到了，不好打、啊、我去，能火攻死还可以。可我就差要进公仓兔死狗烹，你可千万不要找我啊。入侵，可知我诸葛仪是？哎呀，我去，这牌好差！家学渊源，你到阴间千万不要找我啊！我也不想这样的。传我将令，不得后退！你妹的，他妈吃个南蛮！不行不行，两张闪我都要的，有危险，下回合可以强毒。鸟尽弓藏。雕虫兔死狗烹，哎，不足挂齿，这可以刷牌了。可知我这我直接过牌啊！家学渊源，这我肯定过牌啊！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定要将你别说啊！你做鬼千万不要来找我啊！九，哎，雷杀。我早就防着你这一手了，你没想到吧？你没想到是我吧？鸟尽弓藏，传我兔死狗烹，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其实我也没想到啊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谁都没有办法想到。好，又是一个很棒的素材啊！走了。